我觉得我姑姑就是我妈。废话，应该从你有记忆开始，脑海中都是木子阿姨。我想问我父母的情况，他都说不知道，他什么都不告诉我。你是木头脑袋呀，不要总说这些话刺激他。奥地利的那个神父曾经跟我们说，在教堂的钟声敲起的时候，结婚就能得到所有的祝福。我要你现在就当我的新娘。阿姨啊，可能站不起来了。亲爱的他们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。